十法界众生从哪里回头？佛菩萨对众生的慈悲，对众生的加持，是教学，教导我们，我们能接受教学，能领悟，能改过自身，回头是岸。从哪里回头？从六道回头，从十法界回头。我们向一真法界，这叫回头是岸。六道十法界是什么？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回头就是我们要将妄想分别执着写了，要写了六道，六道最重要的业因就是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造成六道轮回。见惑归纳五大类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五种错误的想法，思惑贪嗔痴慢疑。这五种五大类，你将见思烦恼总共十大类通通放下，通通写了，从这里回头，这一回头就是十善业道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